有穿哦，都没有发现的。Yes， 对不起。不过我们刚刚一路穿的都是点菜的啊。对对对。嗯哼，这个好可爱，这颜色好可爱。哎，你怎么也没穿那个？对啊，我觉得你好像在播一小时。好，这款是双口袋细条的衬衫，然后它是比较长版的，中长版的长度这样子。中长满长度，然后我觉得如果你是小个子的女生的话，你就可以像张真一样，就直接穿一件小短裤在里面，它就会变成下半身适中的衬衫。然后它是做这样子，侧边是圆弧开叉的，然后是前棉材质的，所以质量是很舒服，就是透气舒服。然后个人觉得夏天也是可以穿的，它是薄料的，薄料，然后是细条纹，然后两个色，张真身上是奶茶杏色。然后另外一个是水蓝色，就是都细细条纹的。对。然后胸口有两个口袋，然后排扣设计，基本上就是蛮基本的款式啦，就是不太，可以把它当夏天的外套。然后下半身适中，就是可以穿一下的。对，或者是里面想要搭这种洋装，应该也可以吧？搭起来，打开。我个人好像不会这样搭，我要打枪你。不会啊，不会啊，穿搭风格不同。没错，我跟他风格差异蛮大的，对，蛮迥异的，完全不一样，色系也差很多。对，所以我都把江先当纸娃娃硬套在我的，就是把我喜好套在他身上。好，那我们就转一圈给大家看一下版型就好，然后就赶快换下一套。侧皱裙没有穿怎么可以？侧皱裙，好，来。